论一手方十四手，论曰凡妇人欲求美色，肥白含比，年至七十余少不梳者，勿服子时阴，令人色黑，当服钟乳则蓝丸也。脖子人丸至妇人五劳七伤，雷冷瘦削，面无颜色，饮食减少，貌失光泽，及产后断续无子，能久服，令人肥白补一方。脖子人黄干姜白石英钟乳各二两，川椒一两半，杜仲当归甘草各四十二株，农圃桂心桔梗赤石枝葱茸无味紫白术细心独活人参石斛白芷芍药各一两，泽兰二两六株，本无疑各十八株，紫石英二两，甘地黄上三十味为末蜜合。久服二十丸如五子，不知加至三十丸。千金亦无乌头，有龙骨、防葵、茯苓、秦椒各半两为三十三味，并至产后半身枯脆。大午时则兰丸至妇人风虚寒中，腹内雷鸣，缓急风头痛寒热，月经不调，绕其侧侧痛，或心腹脾间。逆害饮食，手足长冷，多梦纷纭，身体痹痛，容胃不和，虚弱不能动摇，及产后虚损，并宜服方。钟乳与余粮紫石英甘草黄各二两半，石膏白石英川椒干姜各二两，泽兰二两六株，当归桂心川芎农圃白子仁甘地黄细心茯苓五味子龙骨各一两半，石斛远志人参续断，白术防风乌头各三十株，山茱萸紫菀各一两，白芷本无疑各十八株，上三十二味为末。蜜丸五子大，久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千金亦有阳起十二两。小午时则兰丸至妇人劳冷虚损，饮食减少而无光色，腹中冷痛，经后不调，呼吸少气无力，补益温中方。钟乳紫石英矾石各一两半，白石英赤石枝当归甘草各四十二株，石膏阳起石干姜各二两，泽兰二两六株，葱茸龙骨桂心各二两半，白术芍药农圃人参川椒山茱萸各三十株，脖子人本各一两，无疑十八株，上二十三味为末。蜜合丸如无字大，久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三增损则兰丸至产后百病理血气补虚劳方，则兰甘草当归川芎各四十二株，附子干姜白术白芷桂心细心各一两，防风人参牛膝各三十株，白子仁甘地黄石斛各三十六株，农圃本无疑各半两，麦门冬二两，上二十味为末。蜜丸如无字大，空心酒下十五丸至二十丸，大补益当归丸至产后虚雷不足，胸中少气，腹中拘急疼痛，或隐腰背痛，或所下过多，血不止，虚极乏气，昼夜不得眠，急崩中，面目脱色，唇干口燥，意志男子伤绝，或从高堕下，内有所伤，脏虚吐血，及金疮伤犯皮肉方。当归川芎续断干姜阿胶附子白术无茱萸芍药各二两，白芷三两，桂心甘地黄十两，甘草四两，上十三味为末。蜜合丸如无字大，久服二十丸，日三夜一，不知加至五十丸。若有真蒲黄加一生绝妙，白芷丸至产后所下过多，及崩中伤损，虚竭少气，面目脱色，腹中痛方。白芷五两，甘地黄四两，续断甘将当归阿胶各三两，附子一两，上七味为末。蜜丸如无字大，
九服二十丸，日四五服。无当归穿胸带，入蒲黄一两妙。无续断，大忌根带。子时因白子仁丸治女子欲冬天时行温风，至春夏病热头痛，热毒风虚，百脉沉重，下赤白，不思饮食，而头眩心悸，酸恍惚，不能起居方。子时因白子仁各三两，乌头桂心当归山茱萸泽泻川芎石斛远志寄生葱蓉干姜甘草各二两，川椒杜衡一座，杜仲辛夷各一两，细辛一两半，上十八味为末。蜜合丸如五子，九服二十丸，渐加至三十丸，日三服。一方用牡蛎一两，钟乳泽兰丸治妇人久虚羸瘦，若甚，肢体烦痛，其下结冷，不能食，面目淤黑，忧悔不乐。百病方：钟乳三两，泽兰三两六株，防风四十二株，人参、白子仁、麦门冬、甘地黄、石膏、石斛各一两半，川芎、甘草、白芷、牛膝、山茱萸、蜀榆、当归本各三十株，细辛上二十一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二十丸，加至四十丸，日二服。大泽兰丸治妇人虚损及中风于病疝甲，阴中冷痛或头风入脑，寒痹痉挛缓急，血痹无子，面上由风去来，目泪出多涕唾，呼呼如醉，或胃中冷逆，胸中呕不止，及泄力淋漓，或五脏六腑寒热不调，心下痞急，邪气可逆，或漏下赤白，阴中肿痛，胸胁之满，或身体皮肤中色如麻豆，苦痒，痰痞结气，或四肢拘挛，风行周身，骨节疼痛，目眩无所见，或上气恶寒洒息如疟，或喉痹鼻，风涎颠，急，或月水不通，魂魄不定，饮食无味，病产后内衄，无所不治。服之令人有子方：泽兰二两六株，本当归甘草各一两十八株，子时因三两，川芎甘地黄白子仁五味子各一两半，桂心石斛白术各一两六株，白芷葱蓉农圃防风蜀榆茯苓干姜与余粮细辛卷柏各一两，川椒人参杜仲牛膝蛇床子续短艾叶无疑各十八株，赤石之石膏各二两，上三十二味为末。蜜合丸如五子大，九服二十至四十丸，九赤白栗，去干地黄，石膏麦门冬、薄子仁加大麦、陈曲、龙骨、阿胶、黄连各一两半，有钟乳加三两粮，一方有枳实十八株，麦冬一两半，小泽兰丸治产后虚羸老冷，身体受方：泽兰二两六株，当归甘草各一两十八株，川芎白子仁防风茯苓各一两，白芷川椒本细辛白术桂心无疑人参石茱萸农圃各十八株，石膏二两，上十八味为末。蜜合丸如五子大，九服二十丸，日三服。稍加至四十丸，无疾者根据此方春秋二十常服一剂，甚良。有病虚羸黄瘦者服如前。一方无茯苓、石膏，有芍药、干姜。子时因天门冬丸治风冷在子宫，有子肠堕落，或使为腹便患心痛，仍成心急，月水都未曾来，服之肥充，令人有子方。子时因天门冬与余粮各三两，无疑乌头葱蓉桂心甘草五味子百子仁石斛人参泽兰远志杜仲各二两，川椒卷柏寄生石楠云母当归乌贼骨各一两，上二十二味为末。
蜜丸如五子，九服二十丸，日二服，加至四十丸。三十则兰丸治风虚不足，通血脉，补寒冷方，一名十壶则兰丸。钟乳白石英各四两，紫石英防风本服神各一两六株，则兰二两六株，黄石斛石膏各二两，甘草当归川芎各一两十八株，白术桂心人参干姜独活干地黄各一两半，白芷桔梗细心白子仁五味子川椒黄芩葱蓉芍药秦椒防葵上三十二味为末。蜜丸如五子大，九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二三服。大平味泽兰丸治男子女人五劳七伤诸不足。定制意，除烦满，手足虚冷雷瘦，及月水往来不调，体不能动等病方。泽兰细心黄钟乳各三两，白子仁甘地黄各二两半，大黄前胡远志紫石英各二两，川芎白术川椒各一两半，白芷丹参枳实一座之子，芍药桔梗秦椒沙参桂心浓朴十壶，苦参人参麦门冬干姜各一两，附子一枚，无茱萸麦各五合，陈曲一升，枣五十枚作膏，上三十二味为末。蜜丸五子大，九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令人肥健。一本无干姜，有当归三两，泽兰散治产后风虚方。泽兰五分，与余粮防风石膏白芷甘地黄赤石枝肉葱蓉鹿茸川芎各八分，本川椒白术白子仁各五分，桂心甘草当归干姜各七分，无疑细心浓上二十二味。为末，至下筛，九服方寸比，日三。